像度假什么女神洋装款，因为它又是白色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件蛮好，它里面是裤子。对，然后我其实还是建议，如果是白色的棉麻、浅色的棉麻，你还是要穿肤色的内里，因为我是穿黑的，所以可能会比较透一点。嗯、但基本上我觉得也还好，因为它毕竟它这里它是做一个裙子嘛，所以好像有一点双层的感觉。但这件超仙女的哎、欸，像这种洋装穿起来都超级舒服、超凉，然后它又是短裤，它内里做短裤，短裤的话去玩什么的其实也蛮方便的，你不太会就是怕会曝光之类的。就还不错，这种其实我觉得就很度假的感觉。然后它搭罩衫也很好看，可以搭罩衫。然后它前面这边是做这样子，就是它有这个腰线，腰线是比较做宽一点点，然后也是大概在胸下的位置，就穿起来比例也很好。然后它这件也是很适合搭的那个罩衫，或者也是做贝壳扣，一整套。但是我觉得很显白，对，蓝色是显白的颜色，白色就是比较仙气，而且我觉得白色配这个罩衫。就会很适合，很搭这样子，就很有层次，然后你走路就有那个腿，很适合可以就是拍照这样子。对，哎、欸，这样好好看哦。然后背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其实做的算低一点点，就也可以露一点点背的感觉，蛮漂亮的、嗯。但是它没有束的太紧，对，它不是那种这个很。让你很因为如果太紧的话，我觉得会挤肉，会挤肉也没那么好看。而且它里面的裤子，它不会太短。对而且我还蛮刚好。你其实不要就是你就是平着这样子穿的话，其实也看不到裤子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有点若隐若现，就是下摆会是透透的。对，这一件我就觉得还蛮仙的感觉，很漂亮。